大家好，我是嘉峪关的探友，我叫马强森。今天是6月25号，那今天我参加咱们17美食赛，今天我带来的是咱们的一道家常菜葱爆羊肉，大家看一下，新鲜羊肉，还有生姜、大蒜，还有洋葱。好，现在起锅烧油，咱们第一步先把生姜爆香，然后把肥羊肉先放进去爆炒。好，现在把其他羊肉进行爆炒，现在放入孜然粉、适量的花椒爆炒，香味已经出来了。好，现在把洋葱入锅，放入蒜瓣，好了，上色，放入米条，放入一点清水，焖3分钟。好，继续翻炒。好，再焖2分钟。好，最后放点精盐，再翻炒一下，大火。好，翻炒，关火，现在可以出锅了。葱爆羊肉，小马哥的葱爆羊肉已经出锅了，欢迎各位探友前来品尝，记得大家给我点赞。